年初五迎财神补财库，松山霞海城隍庙发放发财金，找来男神吴一农，果然掀起农夫农妇全出动，蛮开心的。对，我第一次这样子啊，没有这样子过，蛮有魅力的。然后就是很亲切，然后给人很温暖的感觉。庙前排队人潮看不到尽头，有抢看男神的，当然也有为了发财金而来的信众。不过今年的财神爷从一开场就很不同。财神爷罕见戴上口罩，手上拿的不是金元宝，也不是红包袋，仔细一看竟是酒精喷雾，甚至举牌要民众勤洗手，更首次禁止摸财神胡须，防疫工作全面启动。我们庙方准备了那个喷手的水，那个酒精啊，希望大家来拿发财红包的时候啊，好，那净一下手。我们今天就是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庙方的诸位们也都有讲到，今天准备很多的酒精啦。你自己会戴口罩吗？对，我待会不会，我离开之后会。碰上民众要求握手，来者不拒，结束男神对决 Round One。面对基层声音，力拱吴一农参选台北市长，在与蒋万安君子之争，吴一农依旧不松口。我绝对没有资格选台北市长，你先把接下来的工作做好。半年前都不知道今天会站在这边，所以我觉得谈市长、谈任何选举都太早了。想一下未来。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会跟大家报告。讨个好彩头，为年假画下完美收尾。吴一农首度现身发放发财金，农夫力挺，也让今年场面更显热闹。记者黄明志、林佩萱台北报道。